倾盆大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的指战员们在黑暗中疾行。雨下得非常大，夜黑的什么也看不见，道路泥泞难走。敌机投下的照明弹挂在空中，倒帮了我们的大忙，使我们提高了行军速度。这一夜部队走了5-6十里。此时第63军正按照彭德怀的命令回防铁原，担任阻击美军的任务。1950年12月，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因车祸意外身亡。时任美陆军副参谋长的李奇微来到朝鲜半岛，接过美第八集团军指挥权。55岁的李奇微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二战中他曾策划并参与了西西里岛和诺曼底登陆的空降作战。李奇微到达朝鲜几天后，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次战役打响。至1951年1月8日，第3次战役结束，志愿军突破了联合国军在38线的防御，占领了汉城，将战线从38线推进到37度线附近，向前推进了80至110公里，歼敌1.9万余人。战场形势令人振奋，然而振奋中也有隐忧。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极其疲劳，补给困难，难以继续作战。彭德怀下令停止对敌追击，转入休整。察觉到志愿军补给短板的，还有刚上任不久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This is the area. This is the area we want to work on. Okay, we're going to come here with support. I can say that word better. At this point, we're going to come down. They got 7 days worth of supplies. 7 days. That's it. 通过仔细梳理志愿军进攻过程，李奇微发现，由于后勤补给的限制，志愿军每次进攻只能维持7天。面对志愿军的礼拜攻势，李奇微也制定了相应的对策——磁性战术。他计算出志愿军一夜急行军的极限是22到25公里，所以要求美军在战役初期每天后撤相同距离，避免与志愿军发生正面战斗。I want you and artillery to make sure that we take care of this back area here. 美国空军和炮兵则凭借强大的炮火和空中优势，不间断地袭击志愿军补给线。等待志愿军粮弹消耗殆尽，美军立刻发挥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优势，挥师反扑。1951年1月25日，李奇微突然对志愿军发动全线反扑，仅地面部队就投入了25万，主要攻击兵力置于西线，目标为汉城方向。另一部在东线辅助突击，由西至东发起全线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部队伤亡较大，尚未休整的情况下，打响了应对强敌反扑的第4次战役。面对强敌，彭德怀确定了西顶东反的作战方针。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率领第38军、第50军，在西线的汉江南岸以顽强的作战行动阻敌进攻，在东线则有意识地诱敌深入，待敌一部孤立突出的时候，迅速实施反击。志愿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顽强战斗，
敌人的精心部署一次次被打乱，被迫在三八线附近停止进攻。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歼敌7.8万人，将联合国军阻止于三八线南北地区，掩护了志愿军后续兵团完成开进和战役展开。此时的李奇微已经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新一任总司令。4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对联合国军展开全线反击，发起第五次战役。至5月21日，共歼敌4.6万余人，将战线从三八线附近地区平均向南推进60至70公里，将联合国军打退到汉城附近和汉江以北一线。指挥美军撤退的是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范弗里特，撤退时他要求部队坚决执行李奇微制定的磁性战术。随着战局的发展，志愿军后勤补给不足的困难愈发明显。5月21日，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请示过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后下令，志愿军各部全线后撤，将主力移至三八线以北休整。可就在志愿军下令撤军的前一天，李奇微又一次下达了全线反扑的命令。从5月20日开始，联合国军在200公里长的战线上，以14个师又一个旅两个团的兵力，由西而东逐次展开反扑。李奇微此战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重新打过三八线去，并尽可能最大限度消耗志愿军的潜在力量。经过一周反扑，联合国军兵锋直指战略要地铁三角地区。由铁原、平康、金化构成的三角地带是朝鲜中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这里公路和铁路密集交叉纵横，是朝鲜中部的交通枢纽，也是志愿军的一个核心后勤基地。一旦失守，前线志愿军不但会失去所有补给，还会被联合国军机械化部队包抄合围，而联合国军则可以通过铁原以北一马平川的平原，毫无遮拦地急速北进。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最危险的时刻即将到来。5月28日下午5点，彭德怀直接电令第63军，立即在连川、铁原之间，正面25公里、纵深20公里的地域组织防御，坚决阻止敌军进攻，无致私兵团命令，不得放弃阵地。对于彭德怀的安排，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在5月30日凌晨的电文中回复说：“拟令各军坚决阻击敌人于金化、铁原、朔宁一线及其以南地带的计划，都是很对的，望坚决执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隶属于第19兵团，军长傅崇碧不满35岁，是当时第19兵团中最年轻的军一级领导。他16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一名战功赫赫的指挥员。此时的第63军已经连续战斗1个月，粮食和弹药极度匮乏，而直扑铁原的联合国军共4.7万余人
火炮1327门，坦克400余辆，还可以随时召唤空军火力支援。军长傅崇碧深知，考验第63军的时刻到了。第63军必须直面强敌。铁原，这个在地图上本不起眼的地名，成为了志愿军的死生之地。1951年5月30日凌晨，铁原迎来了空前猛烈的炮击。在一个小时内，联合国军向志愿军阵地倾泻了多达4000吨的炮弹。面对联合国军的疯狂进攻，志愿军第63军军长傅崇碧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将下辖的第187、第188和第189三个师以品字排开，第187师第561团三营防守的是连川山口，这里是通往铁原的必经之地。6月1日，美第八集团军集中美第一军、第九军主力，开始向志愿军第63军阵地展开进攻，并把主攻方向指向连川。在不足3公里的进攻正面上，集中2个师，在大量航空兵、炮兵的支援下，以整连、整营、整团的兵力轮番猛攻志愿军第187师阵地，企图夺取连川两侧有利地形，中央突破，直插铁原。6月1日一大早，第187师第561团三营的指战员们就迎来了一对不速之客。美骑兵第一师集中5个营，并4个炮兵营、11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气势汹汹地迎面而来。军如潮水般涌来，志愿军指战员虽然奋力反击，但仍无法阻止阵地接连失守。此时，在第3营7连阵地上，只剩下了寥寥几人。连长牺牲后，指导员赵满增带伤坚持指挥战斗。就在这时，赵满增发现阵地上已经没有子弹了。赵满增的生命定格于这个硝烟弥漫的早晨。战至黄昏，连川山口已被鲜血覆盖。消耗殆尽后，第3营幸存的官兵操起石头、铁锹和刺刀，与美军展开肉搏。他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美军前进的脚步。
在连川山口阻击战中，志愿军第63军、第187师、第561团三营英勇抗战数倍于己的联合国军10余次进攻，坚守阵地4天3夜，毙伤敌1300余人，为稳定志愿军第一线防御阵地起到了重要作用，被第63军授予“手如泰山”锦旗。第187师阵地久攻不下，联合国军决定转移目标，将主攻矛头指向了第189师阵地。从6月2日开始，联合国军集中4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第189师坚守的第233.2高地和种子山阵地发动轮番攻击。第189师师长蔡长元是四川人，看着文质彬彬，骨子里却是一腔血勇。因为善打硬仗，人送外号“蔡石头”。把那个搬到这边，快点，后面跟上！快快快快！第189师。该如何在长25公里、纵深20公里的区域内有效布防，成为师长蔡长元最头疼的问题。通过与美军多次作战，蔡长元发现，为了防止被志愿军穿插包抄，如今美军施行的是一种全线同步推进的策略，绝不将自己的侧翼和后方暴露给对手。经过慎重考虑后，蔡长元提出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战术。他把第189师以连排为单位，像撒钉子一样，把全师不足10000人的战士撒在20多公里的防线地带内，组成上百个防御点，分散作战。美军一旦孤军深入，便会成为志愿军防线内的突出部，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打击，这使得美军只能陷入耗时耗力的拔钉子战斗中。亲身参与过铁原阻击战的美步兵第24师罗伯特少校在回忆录中写道。It was as if we were caught in a land swamp where we couldn't power up, always feeling like we couldn't find a target to hit, and finding targets everywhere. 不断被迫拔钉子的美军进攻的车轮终于在铁原前慢了下来。最大限度地延长阻击时间，掩护志愿军大部队后撤，正是第63军此次作战的目的。但蔡长元也非常清楚，他的撒豆成兵并非全无弱点。什么？种子山丢了？蔡长元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志愿军第63军、第189师、第566团团长朱彪正带领着该团1营300多名战士潜伏在种子山山脚下，打算重新夺回阵地。种子山海拔643米，毗邻汉滩川，
两面恰好构成了连川至铁原十七号公路的一个大拐弯。只要控制住了种子山，志愿军即使只是使用轻武器，也可以打到公路上的美军车辆和人员，从而牵制住美军进攻。朱标是出了名的硬汉，第五六六团也是第六十三军主力团，但是这天白天，在近8000名联合国军和各种炮火的攻击下，第五六六团最终弹尽粮绝，团长朱标不得不撤离了种子山。蔡长元在得知种子山阵地失守后，当即下令朱标立即组织兵力夺回种子山。趴下。此时占领种子山的联合国军为了防范志愿军反击，早已修好工事，并派驻哨兵日夜防守。朱标有些发愁，该如何在敌军的眼皮子底下摸上山去？团长，那边有一条隐蔽的路线，可以通往山顶。韩连长，你带着三连的人从坑道上，一定给我拿下这四个重机枪阵地。明白。一定注意安全。出发。是是是。原来四连在种子山执行防御任务时，一度想在山顶和山脚之间挖出一条隐蔽的交通壕来运送伤员，但交通壕还没挖好，阵地就易手了。如今这条初具雏形的交通壕或许能助第五六六团一臂之力。在连长唐满阳的带领下，第三连战士们顺着半截战壕往山上爬去。跟上跟上。唐满阳有些担心，交通壕虽然可以帮助战士们隐蔽，但是如搞不好也有可能有助于敌人。好，小心。实际上他的顾虑并没有错，敌人在战壕的尽头布了地雷。幸运的是，走在三连最前面的是素有地雷搬家大王之称的班长姚显如。姚显如入朝作战以来，共起回敌人埋设的地雷227个，破坏300多个地雷，并把400个地雷搬了家，炸死敌人20余人。敌人精心设下的地雷被姚显如标记后，通通变成了摆设。大家小心。就这样，三连按时到达出击位置。晚上9点，反攻种子山的战斗打响了。出啊！6月3日凌晨，种子山再次回到志愿军手中。
由于种子山的重要战略价值，蔡长元不得不给第五六六团下达了死守的命令。他知道，只要种子山阵地上还有一个中国士兵，美军就不敢肆无忌惮地向志愿军纵深出击。但同时他也非常清楚，这一命令会让第五六六团付出巨大的代价。失而复得的种子山阵地于次日中午再次失守，防守阵地的第五六六团二营官兵全部阵亡。二营全体指战员用生命换来的是一个上午。这半天时间对于正在后撤的志愿军大部队来说就是生机。在当天的日记中，蔡长元只写了四个字：慎痛，慎痛。刚刚过去的这三天是蔡长元一生中最艰难也最痛苦的日子。就在第189师全师危难之际，蔡长元并没有要求增援，而是请军部尽快组织第二道防御阵地。此刻蔡长元和第189师全体官兵决心已下，誓与阵地共存亡。第63军军长傅崇碧此刻心情极为沉重，由于第189师全师减员一半以上，考虑再三后，6月3日晚间，傅崇碧向第189师下达了撤回休整的命令。第189师以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拖住对手三天。全体起立，这里。然而正是这短短的三天使志在必得的美军停下了进攻的步伐，为志愿军大部队战略撤退争取到了时间。志愿军司令部要求第63军坚守铁原15至20天，这不过才三天，一个师仅剩不足一个团，这仗要怎么打下去呢？第63军以预备队第188师接替第189师防御，继续坚守阵地。第188师师长张英辉是江西人，他与第189师师长蔡长元是老相识。张英辉充分发挥当年在华北打地道战的经验，将残余战壕和防炮洞改造成为了纵横交错的堑壕防御网，用以延缓美军装甲部队的推进速度。第188师进入阵地不久，美军在地空交叉火力的掩护下，以一个师的兵力分多路向第188师阵地实施疯狂攻击。
根据战后统计，第幺八八师在铁原战场共摧毁美军坦克和装甲车100余辆，大大延缓了联合国军向铁原推进的速度。继续往下啊，这条深点，深度不够啊。继续。6月7日拂晓时分，第幺八八师第563团8连连长郭恩志跟战士们严阵以待，恶战即将再次打响。快点，再把劲儿，进出啊，进出啊！往深点。25岁的郭恩志出生于河北任丘。18岁时，他参加了八路军，因为追求进步、作战勇敢，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边再往下挖一点啊。和种子山一样，高台山也是美军机械化部队前进的必经之路。郭恩志带领第563团8连。扼守着高台山主峰下的高地。美骑兵第一师的2个连首先向200高地发起进攻。经过几天的战斗，郭恩志对于美军的火力之猛深有体会。他在刚接手防御阵地的时候，事先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在一阵猛烈的炮击之后，美军步兵攻上阵地。此时，他们认为炮击已经杀死了阵地上所有的志愿军。实际上，炮轰一结束，郭恩志就带领战士们迅速从防炮洞进入到前线阵地，严阵以待。等美军距离阵地前沿只有30米时，郭恩志带领战士集中轻重火力，一起开火。打！打！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被瓦解了，只在阵地上留下了70多具尸体。连长，敌人正向25.1高地靠近。告诉炮手，一旦开始战斗，将照我们预定好的行动。是。美军在200高地吃了亏，第二次进攻时就将目标改成了200高地旁边的255.1高地。郭恩志巧妙地布置了战术，4个钢炮齐射，分别打向美军队伍的前后左右。趁着美军往中间挤的时候，再一炮打向美军中间，结果要了美军30多人的命，剩下的人仓皇而逃。6月8日凌晨，趁着精疲力竭的美军正在沉睡，郭恩志带领着2个班的战士偷偷摸向美军阵地。
毫无防备的美军没有想到志愿军居然实施夜袭，就这样又有一大批美军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丢了性命。随着黎明的到来，恼羞成怒的美军再次在高台山前集结。给我打！郭恩志带领第八连在阵地上坚守了六天六夜，先后打退敌人一个加强团的13次冲锋，以伤亡16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800余人的战绩。然而随着伤亡不断加大，郭恩志率领的第八连渐渐弹尽粮绝。战斗进行到6月8日，全连只剩下13发子弹和1枚手榴弹。第5-63团团部下达了让第八连突围撤退的命令。收到，请回答。八连，八连，呼叫八连。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呼叫八连。为了尽最大可能拖住敌人，让八连成功突围，位于八连东侧的207高地，第188师第5-63团1营1连2排勇敢地阻击美军。面对着美军疯狂的进攻，二排奋力抵抗，最后仅剩下了8名战士。此时阵地前方已被美军重重包围，后方是数10米高的悬崖。突围已不可能，他们做出了一生中最后的选择。白天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攻占我阵地，我们在夜间又组织力量夺回来。铁原南面的山地原来森林茂盛，后来在敌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中几乎烧光了，日夜听不到枪声，只听到炮弹声和飞机投下的炸弹声。铁原以南的半面天空都变成红色，战士们的脸被硝烟烤成黑色，疲惫地趴在工事里就睡着了。敌人冲到跟前，醒过来又打。此时，铁原阻击战已经进行到了第9天。第188师和第189师
遭到重大伤亡。第幺八七师是傅崇碧手中唯一能够使用的部队了。作为第六十三军的另一个主力师，第幺八七师是三个师中最早换装苏式装备的部队。师长徐信16岁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反扫荡、百团大战和扩大解放区的攻势作战。徐信深知面临的防御难度，要想夺回铁原阻击战的主动权，第幺八七师必须采取新的战法与美军对决。他的办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以攻代守，将美军赶出去，为接下来的防守赢得空间。第幺八七师拥有一件秘密武器，第六十三军火箭炮兵营。因为火箭炮很容易成为对手空袭的目标，不到万不得已，徐信不会将他们投入战斗。在美军上下都以为志愿军已经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的时候，第幺八七师主动出击了。6月11日凌晨2点多，第幺八七师的反击开始了。不久前从种子山上撤下来的第幺八九师第566团指战员们目睹了这一切。我们的炮不是在一个阵地上，从前线10几个点一起朝美国人的头上打，被美国人炮弹炸弹欺负狠了。阵地上的人都在喊炮兵炮兵，美国人阵地上那不是一般的爆炸，是整个一片在燃烧，坦克啊炮啊远处也看不清楚，可是那个火和平时不一样，那是一种红的黄的白的掺杂的火，是铁在烧。美军根本不会想到第六十三军居然会在此刻以炮兵向美军发起反击。第幺八七师的反击收到奇效，随着大片阵地失而复得，铁原岌岌可危的防线终于稳住了。在第幺八七师的进攻结束后，联合国军各部队彻底停止了进攻。1951年6月10日，第六十三军完成铁原地区阻击任务，主力进至伊川西北地区集结，进行战备整补，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邱正师检查身体，我比战前少了25斤。铁原地区防御作战，是六十三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战斗，有很多连队打到最后只剩下10几个人，但最终完成了任务。这是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这也是一支不屈不挠的军队。在12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后，第六十三军以血肉之躯顽强抗击了美军4个师的轮番进攻。很多人回忆，彭德怀亲自前去看望第六十三军的幸存者们，
他刚说了一句：“祖国和人民忘不了你们，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官兵们都哭了，一生戎马的彭德怀也泪流满面。铁原阻击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以10000余名官兵的牺牲为代价，毙伤美军1.5万余人，成功掩护志愿军主力部队后撤，粉碎了美军快速占领铁原、摧毁志愿军后方基地和交通线的企图。第5次战役是抗美援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交战双方投入总兵力达100万人，连续激战50天，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敌8.2万余人。随着第5次战役的结束，交战双方战线稳定在38线南北地区，联合国军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这是朝鲜战争中最惨烈的鏖战之一。为了3.7平方公里的土地，交战双方投入10余万兵力，寸土必争，浴血奋战。志愿军如何创造战场奇迹？敬请收看《热的血：伟大的抗美援朝》第5集《鏖战上甘岭》。